江直，他恐怕会扩大开采规模。我提前在预案中设定了一个安全阈值，实验一定要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。江直集结了很多木森的科学家，全面开采海氢气，结果导致海底一栋发生了大爆炸。韩飞，如果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每一天都要健健康康的。